节目主持人奖。入围的有七亿想聊、小 S、徐熙娣。回味14年，小 S 终于要大战金钟啦！她与徐熙娣想聊双料入围综艺节目奖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除了粉丝超级替她开心之外，小 S 自己也是超级感动，透过经纪人回应非常开心，然后很感谢大 S， 当时真的是鼓励我，让我鼓起勇气主持，还透去说我内心真的很希望可以得奖，希望可以在小孩面前狠狠炫耀一下，让他们知道妈妈很厉害。此话是不是有信心可以打败就爱娇哥？他则是表示没有这么说哦，只是很希望可以得奖。而大 S 同时身为节目制作人，也是小 S 的姐姐，对于节目入围，她惊喜表示我非常的不敢置信，第一次当节目的制作人，在菜鸟时期节目就可以入围，很感谢我非常欣赏跟崇拜的女主持人小 S， 是她把我的构想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，并且演绎出我设想中专属的小 S 风格，真的太期待这对国际巨星姐妹可以一起站上金钟舞台，最好连姐夫也一起带来哦。